我给你这个价格，你看合适的话就拿了。哎，多少？行不行？啊？多少？刚刚我跟你说了嘛。那肯定不行，你开那么一点点，好久不见你都没开什么价。太高了，看不到。现在这个。现在这种有色的，金又很重的。因为这个带链子的，18K 金的。你看合适我就收了。那不行。这能买断？那不行的，那个。我不像别的主播来给你演一下戏，然后就那、这个，你知道的，我的脾气的。6500。刚刚6000，6500了。对，就是6500，一直都跟你说6500。你刚刚给我说6000。哎，你说6000也行，你说六千也行。就我这个价钱合适，咱们就开张。5000块嘛。我说的那个价钱。那个不行，那个卖不了。太纠结了，太犹豫了，你考虑一下。我一看见你，我就来给你开个张。那个卖不了，对不对？你看一下嘛，如果可以了，咱们就开了。他们家主要的做的话，全都是做这种甜甜圈的，给你们看，姐姐们。这边的话还有很多的裸石，主打主推，全都是这种精品啊。这种品质的话要很在线才能做出这种甜甜圈，如果品质不在线的话，做出来它的价值也不是很高。卖不了，那个这边报的很低了。加100块钱。加100，不是差100，差100我就不说了，差100，你就差了100块钱，真的，差100我就给你了，行吗？嗯，不行了，真的不行了，没有给你，还是不愿意。它这个链子的话是一个18K 金的啊，这个现在的金价也确实挺高的。它的甜甜圈的话是挑的是金丝绿，总的话是一个起正边打底的，品质是真的非常可以，就价格再加100块钱，5000块都不能少了，再加100。刚刚加了100，现在又加100，不行，追加200块钱。不是差那一点，差一点，我都老朋友都直接就差了一点了。哎呀，你看看合适的话，咱们就开张了。不是真的，现在你看这种绿圈圈，又是重金箱的，怎么那个价买不到的？得了，给你完了，5000，都已经有朋友价格了。合适我就收了，不合适我就走了。你看我还喜欢这个，把这个卖了，我再把这个也收了，和这个我都比较喜欢。我知道，东西好，价格要最到位的。这么久没有给你做生意了，这么难谈？不是难谈，真的，你来我都没给你开什么价，我都给你报的底价了。算了吧，我走了。那你看有其他有合适的？其他的都有合适的，就是你一个不卖，我都不想给你卖了。那卖不到，亏那么多，咋可能卖的？现在行情那么差，不要说那个。到本钱亏一点都会给你的，不要说赚的啊，哪里有赚的，没得赚的。你考虑一下。真的卖不了，我跟你说的都是低价的。不行吗？不行的。那怎么办？那没办法呀，那我也有本钱的，亏太多了，受不了了。我不需要给你拉扯，因为我们这个也不是演戏，是真的买断，但是对不对？没给你那个，没给你断价的。你看合适的话就是开张，不合适就算了，我就走了。卖不了。你确定啊？你别给我打电话喽，可以了。真的卖不了，老板人真帅。没给你乱来的，那这个东西圈圈都是绿色的。啊，就是绿色的，我才给你这个价钱。要是白的，我也不会给这个价。那我走了吧，不行就算了。你想好啊？好，卖给你。啊？卖给你。这老板，这老板不真诚哦。早一点嘛，多爽快的，对不对？还要被人拉来拉去的啊、哦，这个。品质很在线，这个是4开头的，因为它这个链子是18K 金重金打造的啊，品质很在线。早一点说嘛，来，装起来。亏很多啊，真的亏很多，让给你的。还亏很多，打来个电话啊，终于卖给我了。你给我发个消息，我给你转过去啊。好。哦，这条甜甜圈我好喜欢呀、啊，它是那种木纳的金丝绿，干净完美，没有瑕疵的，种水非常好。给你们看一下上身的一个效果。